你也可以一直红，一直火，对吧？有很多，我们也看到过很多这种例，没错，的确是通过一些后天的努力啊，包括一些运作啊，他可以做到。但是你要想，这些东西，第一，感谢想看老马炼金送我们上的飞机，谢谢。好，这把正好是炼金。我觉得这个小丑可能要打啊，不是小丑是辅助，可以。哎，不搞他，不能搞他。凉与不凉，对我来说，以我现在这个年龄和阶段来看的话，是一个什么样的感悟呢？就是你做一个主播啊，作为一个新时代的产物，你其实是受到了很多的这种关爱啊，还有等等的一些东西，其实就已经是非常的好了啊。那么好，先打星际的不逼逼，我先把他这波兵线给带了。再躲一波，再带一波，我有踢的，我这个眼可以再踢过来，吃药，带他三波是最好的。他打野来不及啊，他狗头不能来，他狗头来这个兵就全丢了，他就巨亏。新技德加强喽，哦，他魔人在下路打架，太棒了，太棒了。打不了高端局就凉了，你错了，这跟高端局低端局一点都不搭嘎啊！你，我听到你了。他跟你打什么游戏，他跟你打什么段位，其实都不搭嘎，你知道吧？只能说他是某些因素、某些风格、某些定位，你懂我在说什么吧？啊，我是时候了。你说低端局他也有低端局的看，是吧？你高端局有高端局的看。我直接送掉，我再来一个戒指。好，再来个针眼。 OK， 踢过来，一个兵不丢，反正我也不跟他对线啊。你 Q 我没啥用，哎，我又来了，他来找我了，我先把他控制拉断。那你就没办法，你们这个很伤的，你这个是一个很伤的事情。我再到这里来带你一下，新基德就喜欢被人抓，被人抓的感觉真棒，抓死也无所谓啊，抓死也无所谓。他又来了，哟，他不来找我吗？我这个杀掉也无所谓啊，说实话，杀掉也无所谓。像我们这种打法，就是做好了死的准备，再买个护甲。你看我刚才送塔，对吧？他是不影响我发育的。你看我的补刀特别恐怖，而且我能一拖二。等我到六级之后，他叠 Q 很舒服，没错，给他叠嘛，无所谓。我拖兵也很舒服。我听到你了。主要是看中期的运作，啊，
这个兵线对我来说很棒，但我会一波的压进去，我继续带，我把他魔腾再搞过来，把他魔腾再搞过来。我听到你了。把他背过来。你看我屠他，好痛的。这波炮车直接惩戒掉，我要带他了，我要带他了。你们知道我点的是什么吗？时间扭曲补药，时间扭曲补药。你挂我库没用，你看这个东西，这个让我配上两个戒指啊，指环王打法。会不会来扎我？我先下去。来了。我们等会把这个 TP 换了，换一个逃跑的技能，我带他们绕。啊，他我这样子带线，他们马上要过来抓我，一来可能好几个。所以我这一波呢带一个闪现，哎，我带他们溜，他只要一来抓我他们就要崩。我跟你讲，这塔皮要掉了，下一波这波感觉吃不了，差不多。好，很好，再把这个炮车升级掉啊！他狗头被困住了，他狗头很烦的，你知道他叠 Q 他很舒服，是很舒服，没什么用。我等会中期我搞事他们吃不消的，我要抓他中了，等我稍微能扛一点啊，把那个阵容要做出来，我一抓他中一抓一个准。嗯，来我扛，那闪现不是假的呀，反手还要再绕你一手啊！你看，哟，他还交个闪，那我不亏的呀，800块啊，我不亏的。他这么肥啊，我搞他一个闪把他杀了，很赚。来个这个，鞋子还不够，点的鞋子啊，9分钟，还差1分钟，下一波。太肥了，你看我74刀啊，我死了3次，但这个3次死亡对我来说是一点都不影响啊。我每而且你要注意，我的发育是全场最好的，等级全场最高的啊，我再怎么死都这样，因为我每一波线都是在对方塔后吃的，所以对我的经济和等级没有任何影响。他狗头就被我困住了，你知道吧？这个其实是辛基德一贯的打法，都是绕塔后，就搞你让你来抓，你抓我就很开心，你不抓我就哎，一个人很无聊。你抓好了对吧？哎，你抓好了，啊，你抓好了，哎，你抓好了，对吧？无所谓，你抓好了，哎，无所谓的，你看有踢。啊，这波没大，有大他们两个这样抓就死了，被我双杀，哎，没杀掉。好，我鞋子够了，我来个背。我死的不值钱，你知道吧？我死的越多越好，就给你抓，你抓死我也没100块200块，但你对我的发育没有一丝影响的啊，没有一丝影响，还是等级很高，补到很多的。啊，我又来了，对吧？你看，赖皮打法，牛皮糖打法，牛皮糖打法。刚有大的话，这个输出就高喽。那有大的话，他们这吃不消的，这魔腾就被我烫死了。太大。
加一波护甲，加一波法强，加一波回复。就给你来抓，啊，给你来抓，啊，你杀好了无所谓啊，做好了阵亡的准备。所以念经，我们这种打法是抓没用的，啊，针对不了，就喜欢死，反正不值钱，啊，任你杀，任你杀，一百多刀，你看到没有？一百多刀九级，那你发育再好，你等级有我高吗？对啊，你补刀有我多吗？你没有的。我们这波来他一个治疗，如果想杀人就来点燃，我没大招了，我来治疗啊，我下一波再点燃。他魔神来抓我就把他杀了，一个过肩摔，毒一下给个点燃就秒了，输出很恐怖。嗯，这个没用的啊，没用的，这个你啊没用的，哎，好，我很喜欢，啊，我就喜欢这种你抓，啊，没事，你抓，啊，你抓好了，哎，有治疗，你杀吧，哎，杀，我还有治疗的。对吧？哎，你别过来，你别过来，我这波，你去帮下，我来带，吃兵啊，这个发育非常肥。像一般这个时候会打的打野，他不会管技，不会管这个新技得了，知道吧？不能管了，你越抓越肥，你越抓你队友越崩，因为我队友对吧？你来搞我，差不多是时候了，我队友就舒服。像这种辛吉德就抓不死了，就而且就算你把他抓死没用，你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我抓死，我还是很肥。你看全场等级最高，补刀最多，这是必然的，你知道吧？必然的。我们回家买一个三速鞋，啊，跑得快，再买个这个，跑得更快。是摇还是不摇？然后来一个。看情况啊，是看补输出还是补这个？我们这把没有 AP 英雄，只有我一个。我决定下一件装备出兰德里的折磨。我们用这个方式把他上塔带掉之后，再去打架啊！我中期有 TP。开玩笑，你这不开玩笑吗？这你能打死啊？你开玩笑。随便怎么撞你，哎，还叫闪现，你们看我还有很多招的呀，哎，你看还有很多招的呀，你开玩笑啊，不可能打得死啊，打不死，打不死，反手把他绕死，他魔腾来了，绕死他，等一下，我看我盲僧来不来，他魔腾到了，你开玩笑，我这个跑速，你还想跑啊？你跑是跑不了的，我这跑出你能不能开玩笑吗？对不对？你看这跑出是什么概念，你看不懂的，为什么呢？暗流剧毒冲流，你知道吧，加上我的这个东西还有疾跑，而且我刚没大招了，我要是有大有这阵容要他就懵了，我这个移速高达1000把他冲晕了。你敢抓辛吉德，你在开玩笑，你电竞博尔特不是开玩笑的，你看把自己抓崩了吧，你看摩腾一来把自己抓崩了，而且我还是很肥啊，越抓越肥，你发现吗？啊，好，我回家，兰德里的折磨还没出呢。他这个就是什么，他没有吃过辛吉德的亏，他没有打过辛吉德，他没有遇到过这种猪皮糖打法，这种猪皮辛吉德你是很烦的，你知道吧？他没遇到过，他想着，哎，我杀你这么多次了，对吧？你怎么还这么厉害？不是厉害，是全场最厉害，啊，没有英雄可以比的。你狗头，你再发育，你跟辛吉德没法比，你看见没？啊，没法比。来敲，慢慢敲。啊，慢慢敲啊，你慢慢敲啊，啊，你慢慢敲啊，就带你溜，带你溜
啊，他主要有吸血啊，把灵犀上来，把他大没了他就不行了，他 Q 就没那么快了。毒死你！毒死你！毒死你！你敢靠近我吗？毒死你！怎么说？毒死你！绕死你！绕死你！毒死你！好，我得走了。还不够，差几十块。哦，够了。有踢的呀，打不死，所以这补刀一直很多。有踢的，他就尴尬了。好，他这个塔掉了，我准备团战了。我现在团战能力非常的恐怖。我来放个爬爬虫，把他这个塔先推掉。他在排我的爬爬虫，没有，敲吧。好，团战啊！我们现在团战，想杀谁就杀谁啊！他不管躲在什么位置，我都可以拽他。你看这种就直接不用管啊！你看他瑞兹，第一个是什么东西？天津博尔特，我扛塔啊！你敢在一个屏幕之内靠近，让天津博尔特看到？毒他！带到，好走了。哇，你抓这个东西，你不是乱搞啊？你抓我，你在乱搞，毒死你！好，我回家了，回家喽。我没东西了啊，这波我打不了了。我看看，下波带个虚弱，把戒指，钱不够。钱不够就算了，钱不够买一个这个啊，买一个。等会再来一个兰德里的折磨和冰杖啊，或者什么女妖，很恐怖。你放心，现在版本的新基德不可能背不过来人，你想背谁都背谁，控不了啊，控不了，速度太快了，快的有点吓人。我们准备大龙埋伏一手，大龙做下文章，大招40秒，来，大龙走一走，不用理他啊，这种英雄不用理他。爬爬虫放一个。我到上路去。是摇还是不摇？13级，你看到没？等我队友到啊！等我队友到，你想杀谁就杀谁，不着急啊，不着急，先给个泥潭，不让他们过来。现在减速，你像 ADC 吗？你怎么跑嘛，绕你一圈嘛，然后再空背你嘛，在你身上绕一圈，对不对？你看到没有，很恐怖啊！你怎么说嘛，你怎么说嘛，泥潭给上，虚弱给上嘛，我扛塔还是很轻松的呀。没到了，有点顶不住。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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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虚弱不值钱啊，喜风给的900块。我们把这个药水
这水还是舍不得卖啊，因为接着卖。算了，其实收益差不多，十一整。再来他一个闪现，哦，想背谁背谁。上路这波我来了。小丑不管他啊，杀他 AD， 吃个药。哟，闪现没按出来，我靠！闪现没交出来。看法，来，我们吃这个。哎呦，这个小盒子，一层，没事，这个无所谓啊，无所谓。我把这个出了，这个出了厉害，伤害很高。我们可以直接打龙了，直接打龙。这波我来闪现过肩摔，来把这个 berry 吃了。差不多是时候了，打大龙，不跟他们搞，我们打大龙。我来把这波先带了。霸龙配爬爬虫，谁能靠近？哎呀，就你！等一下，等我队友到。好，就你，哎，好，下波闪现再来背一个，继续。好，哎。你怎么办？你知道吧？你怎么办？被我盯住了啊、控制在泥潭当中动不起来。你看我这个，你看现在的移出还是很恐怖啊、没有疾跑，团战不能打，一冲就他把他们阵型冲散了，非常的轻松。绕一圈，哎、搞定。好，我们回家来一个大面具啊。好，闪现还没交，下一波百米冲刺，配合闪现杀他 ADC 和瑞兹太简单了啊！他们只要进场，就把他这个杀了啊！你打吧。你打吧，等一下，不急。哟，我靠，不够。治疗一开，过肩摔，这个东西一开，来，大龙吃，哦，不是大龙没了。时间没掐好啊，被他到家了，打不动我。我开大很硬，这个大招加我好多抗性。来，往我这里跑来，给你个泥潭，搞定。怕不怕？怕不怕？哎，风筝放，怕不怕？铂金摔，
爸爸，我溜了呀，我溜得快，我跑得很快了，打完你我就溜。我 TP 过来，毒死你哦。泥潭给一个，哎，嘿嘿，是不是很烦？好，回家来一个兰德里的折磨。你看我的戒指，十，哟，刚才是十五层，你看没？十五级，十五层书，十层戒指，这个东西把它换成大冰杖。他们没了，哦，结束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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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感谢帕斯要出事了送上的飞碟。